们在请导师的时候是请导师来演讲，不是请他们来带，等于说带的这个过程跟成员互动的过程理论上是工作成员要做的，但为什么这次没有？因为人不够，然后时间比较短。对这件事情我有跟团队讲，就是理论上这个确保品质的过程就是我们需要更多人力，然后更多讨论来维持说，那我们基本上都会希望每一次的成员怎么样获得怎么样的东西，然后再去问导师可不可以提供演讲。等于说一般的计划理想上是希望导师只来分享就好了。那个女生吗？什么罐头罐罐哦，好，不重要不重要。他们办的活动是专门针对大二大三的那个学弟妹，然后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嘛，所以就帮他办的活动，然后请邀请一些大四大三比较厉害的一些学长学长姐来帮他们想一些办法。想一些办法。哎，我先给你三十分，我跟你讲，我从头到尾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但是就是隐约听到。好，换我，等一下。哎、欸，这是好难吗？现在是，我现在要开始填补漏洞。对。培训帮我们架好一个架构，还是你觉得那个架构其实没有架构？他给你引言而已。哦，引言。引言。好好好，我现在知道了。现在是为了大二大三，对未来的可能一个哪里，就是对职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小菜。办一个活动很棒，要先付还是后付？先付先付。可以问问他为什么要想提这种比赛，提这个活动？谢谢你，谢谢欧的那个。所以说创，所以你被老板，所以他得了三十分，对，他只得了三十分，但是他因为这一句话加了四分。你们原本是就是创创社，然后只是彦明进去，然后想要再办一个创创社。彦明想要办这个活动，然后刚好跟他跟创创社有一个哦哦，好酷哦，就是聊起来，然后就一起办。在。是你现在才是快要有工作，我已经有工作。对，好赞。你才叫我帮你做饭。你下礼拜要上班哦？嗯，下礼拜要上班哦？没有吧？我要先当兵。正职啊，正职。看，那你的名单来了吗？还没，但是他打电话，因为我十二天而已啊。哦。所以。十二天为什么？你正职。身体上。因为我。因为我不可能 BMI 啊。不可能啦。走啊。不可能吧！我前两天我几乎没吃饭，然后我去，然后结果我还要哎，我觉得我就是自从没有看起来就差，他那个瘦要瘦到你是真的，你变还多少？还是不方便讲？16.5哦，屁啦！还你是几公斤？我讲 BMI 有夸张哦，那你好像很壮 BMI。就是瘦到不用当兵蛮夸张的吧？没有不用当兵是12天，再比我更瘦的才不用当兵。这12天回家吃的也蛮多的，嗯，也蛮少的，对啊，很少，很少，少，赞，真心好礼，欢迎所以你有拼哦，你有拼之后没有？对，我有拼两个，我还有就是前两天我。要跟我吃一样的。这个。这样吗？对，我先吗？320他在干嘛？我刚好。所以你要再给120。那我去吧。对的。没有，我这样。那你不要紧张。要找80。真的。也就硬要给你。切，超讨厌。核心扶一下。核心好烦。你要找到那个隐藏的戏，在你那个戏。我刚刚记者好，我自己去回诊。回诊？哦，你说那个自己？对对对，自己还要回诊。对，还要看那个伤口有没有坏掉。你们都有拔智齿？我下面两个。你们好厉害哦！为什么我都长不出来？你有拔智齿？没长就长，没长。哦。哦。你的医师可以看牙医啊，然后照 X 光。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拔智齿啊？没有。多数。你们要红茶还是鲜草茶？仙草，我先红茶。啊，红茶，无咖啡，可以。我先红。就是他好像会看你有没有长歪。嗯。他90%很高都会长歪。对，因为我最近，因为我最近身边超多人在拔智齿。我是因为当兵啊，当兵前拔一拔。哦。因为他其实有啊，他没有对他，他前途都挺好。那可以吗？红茶片的。好，谢谢。就是他会痛。好可怕！
那、你有去抽边种吗？一般、啊，一般啊。哦，很厉害，这都在对。哦，干你海军呢？就是一般可能入榜，因为我没有抽吧，是他们帮我抽的。哦，你有抽成也不知道。但应该是多数那个吧。对。海军陆战很帅，我很帅，很累。他回来就帅了，到了回来就帅，回来就变蛙的骨头。可是你可以 handle 啊，你刚刚就在运动。它其实就是海军的陆战。增加一些水上运动嘛，水上训练。听起来很像在水上。那是不是有人要找钱啊？都没有。没有。就80块啊，然后找80块，那很多啊。那么多。对啊，多了。所以。30块。多了30块。白痴，你101啦。我一百一，我减了给。仙草茶它是有负的，所以不用。哦。哎、欸，我找我这个。废话，废话嘞。好笑。哎。哎。那怎么没有准备？两个气管系也很久没有见面。好久不见，哎、欸，说你用用钱，因为你等一下给我200块。没有啊，我这边就没有啊。啊。刚已经放了十分钟的礼物。刚好就是还有200。我就觉得拍不到很好玩，有，但是刚刚没有，你刚刚上什么歌？余中啊，余中开会，他是里面有余中，你要点餐吗？我有啊，他点了，哎、欸，我说陈星帮他先点，我本来就是，我学洗澡就会洗头啊，对啊，没洗澡就不会有洗，哈哈我是说你至少就是看起来正正经经哦，看起来是干净的，那刚起床而已。我 IG 有看到你好像有连续3天没洗澡，没换衣服，没换衣服，没换衣服啦！我跟你讲，我就觉得很吃亏啊，正常发挥啊，我觉得很吃亏。我只要我有洗澡没换衣服，也要被别人讲没换衣服，我就觉得没洗澡，我就觉得很吃亏。有的是干脆以后啊，为什么洗澡不换衣服？现在不想洗衣服，隔天起床就再穿一样就好。我也会穿2天一样，对吧？你要花时间做决定是很浪费的事情。没有些女的脏吧？什么？有些女人内衣，哎，你变白了，出去接受空气，没有，是化妆。他化，他今天化妆很细，那么多脚，我说没有最黑的，那是脚。我那么多是谁笑？不是，我说我应该他很黑，粉直接穿出去，涂很多粉，连买进去粉里面。比较黑是腿啦，哎，你有涂腮粉那个腮？有啦，谢谢，谢谢。他是全妆上色。你要教我的，他已经300年没化妆了。我知道啊，就是他很久没化，但是他之前有学过，对啊，跟那个谁，姐姐我姐姐，所以他现在是化妆高手。那你下次应该教我，都乱化。好，谢谢，我们让我们继续办活动，办活动哦，办活动。你再讲一次，我看你的。他已经讲完了，我没听到啊。他就只讲说什么、他们帮打2、3年级，然后说什么找那个大四的厉害的学长，就这样。The end， 对不对？嗯。压力好大。那你不要问他压力大，为什么要办？我都还没接到清楚为什么要办。这3杯仙茶，谢谢。你想喝仙茶吗？对。很想喝这3杯红茶。仙草茶，我的。红茶吗？啊，那个有开心。我记得我跟你讲过为什么吗？我对，可是我在想他们有想知道为什么，还是我要先讲判断一下。哎呀，好紧张！好，那我来帮你讲。华丽，因为华丽从到都没参与，知道我大概知道一件事。先讲初中，初中是因为彦明他其实一直很想在大四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对，回馈，然后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渠道，回馈中正，因为他觉得中正这个地方资源不足，可是同学很可怜，人才是有，但是资源不足，所以他就想要借由他来办这个活动回馈学弟妹。好，这是他的初衷。然后形式呢，就是他总共找了5个导师，包含他自己，
然后这五个导师分别有不同的经历，然后还有他们擅长的部分。然后像有些人是完了被虐的脸不太对，没有，我很认真在想根据心理的感受，设计思考跟专案管理、啊。然后像叶萍就文案撰写，你讲的这么好，从头讲厉害的学长。然后所以是五个人分别有不同的擅长，那他们就进行招募，然后招募的过程就是先从好像太复杂了，总之呢，一个老师呢会有五个学员。但后来好像有些是十个，但不重点。反正一个导师会有几个小组的成员，然后他们会每周会进行一些聚会。有些导师没有到每周，这细节就不要，细节就不要。我一直想细节，这样打死别人是不是？就是很有感受啊。闭门的分享，然后这个闭门分享的同时，他会告诉学员说，因为他们最后经过。两个月之后会有一个成果发表会，然后那个成果发表会就要讲说，哎，那你在这个两个月当中收获什么？然后像叶明这组，他们就是分享他们念的书，就是、叶明有安排一些他们书单，对，读书会这样，然后所以就分享他们的成果。他有些人就是分享他们自己职涯上面的探索的过程，这样类似简介是这样，细节还可以再补充。所以说是有在做状态吗？还是没有？有些请评分。OK， 那我还没结束。可以，我给到88，然后给他心态给到20，就应该觉得为什么曾经可以讲。但是我们来补充，那你在里面担任什么角色？我在里面就是负责。对啊。播先网络上的文章给大家看。你看，哎呦，你又输了吧。所以他不是导师这样，你是负责的。他是他请去，就是教他们上一些课。也没有，就是帮忙那个吧。没有，分线上跟线下，线上就是我跟其他的。所以会去写一些什么学长采访的文章啊，然后还有一些关于职涯有相关的一些文章。曾经他到底是在带领什么带领一个社团的营运师，因为你知道线下聚会只有线下就是会没有那么大的连接，所以他们希望线上就像线上的社群一样，就是培训每周或是会每周大概发一两篇文章，所以他可以增进大家就是知识上的吸收这样。他有点在配曲，就是那个文章是有啊，对对对，那些相关的文章，很喜欢这个团体，我觉得莫名其妙。我觉得我们只是跟职涯有关系的吧，反正就是真的很像。他说什么？真的你们很像在 Elevator B， 然后我们是 B， 你说 D 是吗？不是啊，你听到现在有听懂还是干嘛？大概有，完了没有？因为我是好奇说。一个导师，然后大概五个学员，他们是每天都要上吗？每周给，就是可能每周给他们。刚评分88分，还是我要再讲，然后再评分。他讲吧，他是导师啊，他有在那个带社员。对，就是内容就是依照导师而定。可这样是不是只影响？就是顶多会，如果五个导师也只有25个学员这样。对，就是影响这个。啊，小组织的概念。会扩大吧，希望。好，换主办，我们老板讲，我们换主办。他真的超好，我不要扑那个，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好，总之就是大家有听过那个吗？就是很多北部学生都有一些大学生活动嘛，一些计划，例如说 Drumstar Exchange 或者是可能 STP 啊、知青，你们有听过吗？就这种计划，其实在台北超爆多的。然后基本上就是他们那个计划，可能最终旨就是希望说，除了串联业界资源之外，也可以串联各校之间很厉害的同学之间的人际啊，或者是社群等等的。但是在中正，因为地处偏远，然后资源然后又少，所以变成说，其实中正有很少这样的资源。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参加过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很棒的。所以我想说，我把它带回中正，可是跟其他北部的资源不的计划不一样，是我们注重三个重点，一个东西叫线下聚会。线下聚会就是很常见的那种实体的讲座，所以在第一次跟第三次都会有面对面的沟通，跟就是一些课程。这是线下聚会，第二个是线上社群，然后线上社群就是他在用的那个社团，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串联已经毕业的学长姐，采访他们，把他们的分享把它放到社团上，或者是我们自己导师会邀请他们写一些分享在那个社群上，等于说不只是线下的聚会，线上也可以让大家在上面这个社团里面讨论。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最后一个是
社群吧，就是不只是知识之间传递，是希望让这些参与的所有成员跟导师都可以互相认识聊天，所以算是第三个部分就是社群。所以我们在以在活动计学方式，就是以导师制的方式，就是一个导师对很少的学员，这样可以确保他们有很密切的互动沟通，然后学员有问题也可以直接问导师这样，然后基本上就是为期两个月左右啦。对啊，所以三个部分嘛，线下聚会、线上社群跟导师制三个东西这样。像活动结束之后，有什么规划？先交这边。活动结束，应该这样讲，就是说真的，因为人家那些计划都是一个大组织，然后花钱在规划的。对我们来说，我觉得第一届有点像是试水温啊，就是试试看中正到底这个东西对他们有没有兴趣这样。所以对你的结论啊，你自己的结论？我的结论就是，他继续办下去就会有影响力了。对，但是你不是主办人，所以你应该是促进可能继续办下去的推动最大推动之一。所以我确保这一届成功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大四啊？就是基本上大四的蛮少，都是大二、大三。这边，所以他们如果觉得，就是在这期间觉得这个活动蛮有收获的话，就会办下去吧。就基本上是在，因为我自己觉得啊，听起来就是很冷，但是我觉得我会觉得说，其实你们第一届好，你就试水问，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自己。啊，就你们检讨后，就是你们整个办下来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是什么了吗？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做没，但是我会觉得你们应该就是整个团队比较高阶层的团队应该一起讨论一下可以继续怎么做，然后可以告诉我他们可以继续怎么做，然后可以做更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不然第一次非常棒，但是就像冠宇讲的，一直印象25年。然后你付出了这么大的心血，可能就像烟火一样散掉。哦，我会这样说，第一个，我觉得人数不是问题，因为我刚刚提到那些很有影响力的计划，其实他们收的人都超少。对啊，所以我非常强调，应该这样讲，就是为什么选那么少人，而不是办一个像是中正那些什么讲座啊、一个很有名，例如说昨天的。不是，我要强调不是说人数，我重要强调是，我觉得没有让我看到。你有积极推动继续办下去这件事情，对，我想讲的重点是、这个、我要积极推动也没办法。为什么？第一，我觉得就是好讲实在，我很想问说，你们这五个导师是怎么样去培养去的吗？就是说，你们五个是有共识的吗？你们想要带给学员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当然邀约的时候就会讲嘛，就是说我们办这个，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自己去问的，这样对。但是我是听他曾经讲的，但是像可能结果，对，我只给建议而已。只是结果论的话，你一定可以看出来，可能每个人带领的。麻辣牛肉，我。带领的程度可能有不一致，那我们就可以去检讨说为什么会这样啊？可能你们在导师的这个，其实我在那个什么，我在最后一天。